你们到底从哪里找来的这些奇葩宠物啊？为了赢宠物赛跑比赛，航空母舰我都能造出来，学生组只剩下哈小浪了，怎么可能赢得了我们？更何况他的宠物还是一头驴。我吃巨资做的碳血宝马，可不是吃素的。驾，早有准备。就这么点招数还想打败我？驾驾驾驾驾驾！你给我把音乐关了。也活跃一下气氛嘛。我只需要略微出手，就已经是这个分段的极限了。别以为就你有准备，送你们一个洗剪吹三件套。莫慌，有我。非逼我出绝招。